正确的双手正拍练习，预备开始。好，第二次，很好。好，预备开始。好，加大力量没有关系，这种方法可以很正确的让球固定。好，开始。很好，很好的拉伸动作，非常正确。好，第三次，好，开始，很正确。哎，这样子的话，反复练习，经过长时间训练之后，到网球场击球绝对没有问题。好，开始，预备动作要准备好，预备动作准备好，全身加速度要快，要尽全力，不要手太放松。好，开始。对，正确。再一次，经过这样子反复练习之后，一定会达到很好的效果。很好。好，来开始。好，谢谢李夏恩的示范动作。